真多怨气，怨气渐渐要出现咯。什么是爱？我袂了解。大人的世界哪会这么困难，搁变态？吵闹的厝内无一个通好平静的所在，看到的拢是恁，如何残忍无情的互相对待？像迄款恐怖的话，哪会讲会出来？是安怎相亲的人却安尼对待？无法度改变恁心内只有无奈，时常唔敢转来，惊着孤爱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，也不知影为何。老师讲我无乖，同学看袂顺眼，所有我看到的拢是怕怕。家庭有这多问题，安怎来改变？